你这个牛鱼了，看一下我颜中间色是不学是要的飞看了。出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刚好打完。我这样子是不是显得很专业？上下两个弹道。你可以直接含在嘴里面，然后把那个画面放大一点，那个更专业了。好了，我退了啊。来吧，来吧。嗯。清射风昨天手赢了480，我操！难怪清风一早就在叫人了。清风这没精有力一啊，样，我是操！不是我叫，他们非要我叫，他说快点去搞大陆赛，不搞取关，我操！天我天赢啊，清风没有天天连赢赢四五天了，运气好。我到位了。射手是为了证明自己没开挂，我这放了啥用意？我操，人家看你操作，看你手是怎么运作的，你懂吗？人家要学。你以为是证明开挂吗？很气急。我也。我申请入队了，阿修。你是哪个？你叫谁啊？叫什么？我叫不在异乡，我异客。OK 啊。开整开整。来来来，游戏卖游戏卖。王牌十星啊！我什么？你打单杀还能上分呢、啊？操！他玩豆子局都能上分。他玩豆子局能上分，说明他赢了很多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还是那个规矩吧，别摇骰子了，就谁最多的谁拿最多吧。那个好刺激一点。一直都是这样呀，最近。去哪呢？M 城我不去了，我去 S 城。有人去的吗？没有人去摇骰子，有人去我自己去了。你去吧，我去我的福地，看今天还能不能幸福的起点。幸福的起点，我操，蹦个迪！你幸福的起点在哪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我昨天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也赢，我不输的。我那两把他妈的，一把枪摇骰子，一把拼手气拼烂掉。摇骰子把我摇死了，挺好的。但那一把我没有，我还是最后第六名。没有把握住啊。没有把握住。一把赢了4块钱，你信吗？我辛辛苦苦赢了一把，赢了4块钱。我也一样，昨天我也赢，有一把10块打工仔。怎么还有4块的？拼手气啊。哦。辅助瞄准肯定要开啊。不是吗？好像又升级了吧？哎，我怎么跟阿修跳？我操，吓死我了！还好我没跳，我还好你没跳，跳了我可毙了。歪歪都毙了吧？毙了呀。